Hello， 你好，非常欢迎你回到我们的感恩力量21天的练习。我是星辰，在今天是我们第七天，我们所要做的感恩练习就是感恩你所学过的所有知识。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无论是在学校、在家里、在外面跟朋友，或者是我们自己去外面上课学习，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它教会了我们什么？它教会了我们识字，它教会了我们怎么跟别人玩，它教会了我们怎么跟别人交流，它也教会了我们可以现在学习这个感恩的课程。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学到了知识才是我们真正的资产，在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只会学到更多。所以有人说，如果财富的一种形式是知识，是虚拟的话，那么一个人的财富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做的练习就是让我们深深的去感恩我们过去所学过的、所体验过的、所领悟过的，还有我们所感受过的。如果可以，记得将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也分享给更多的人，帮助别人也可以拥有这些无形的财富。那我们明天见咯，拜拜。